这个里还有那这里有东西吗？葡萄有籽儿，来，小心葡萄有籽儿啊！没事，露出来了啊！否则它这一颗吃进去了。对，我也是正在想给乐乐。我掉了吗？再给他，最好半颗。没掉啊，在嘴里吧，不用了。再给他嚼，你看这嘴。这个好干，那是柠檬，谁让你吃的呀？还要不要了，猪猪？还要不要了？要。吃不吃啊，叔叔？吃不吃？挤在肉上。吃不吃啊，叔叔？不挤点黄油吃。嗯，哦，你掉了，给弟弟了啊，就给弟弟吃啊，给弟弟吃了啊，叔叔。太大了，咬一块。他一直连着咬一块啊。又给嘴，又给抠出来了。没有，他们咬不动啊。小叔叔就那葡萄这么大的一口一个，你看那么厉害，主要后面它有大牙可以咬，对，可能咬了，可高兴了。来，小叔叔，给我咬一半吧，他可以吃，都给他，没事。那这是椰肉吗？对，还在做怪做鬼脸。嚼的啊，估计有点咸，有点酸。我有这葡萄不酸。来给妈妈，给妈妈啊！人家叔叔阿姨要喝咖啡了。哎，他在地上跑了。知道。来来来。叔叔，这给你，这赏给你。爸说了，给外国叔叔阿姨留一两包糖。自己我放嘴里吧。哎呦，好能干哟，还舔舔手指头。再嘴小心了，我给你塞进去。好不好吃啊，叔叔？叔叔，好不好吃？叔叔啊，叔叔，把那几个捡起来，把那捡起来，把你扔掉地上那个糖包捡起来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吗？还是？不要不要，把那个捡起来，叔叔。在地上呢。